我也没找着。这个小小可爱，他又上了一节，然后碰到了。在那儿就睡觉，哎，熊猫就是很懒，你看那个就在那儿上面，有点下不来，下不来。我那个也蛮小，那个蛮小，你看那个是在爬梯子啊，它是要爬上去还是要爬下去？那个正在趴梯的，那是被狗给吸了。哇，好可爱啊！那感觉还比较干净。哇，好可爱。擦新了一个新的。那我要看一下，不愧是国宝啊。